有很多的家长在网络上留言，他们想知道暑假到了，到底要帮小朋友买什么样的计划，学校的保险可不可以衔接得上。其实呢，每一所学校的规定都不一样，有些学校呢其实是可以 cover 你寒暑假的，可是我们听到有这样子计划的学校其实不多。大部分的学校保险呢是不会 cover summer 跟 winter， 或者是说你可能 weekend 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不会 cover 你可能回到自己的 hometown 这边要使用保险的一些 coverage。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家长很担心，小朋友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计划才可以呢？其实有些家长呢，他们因为担心小朋友可能在上学的途中可能会回来家里面过一个 weekend， 过一个 long weekend， 那如果这个时候会用到保险的话要怎么办？所以家长就会选择除了学校的保险以外，他们会在外面帮他们多买一个个人的医疗保险，等于就是有双重的保障，一方面在学校的时候可以用学校的保险，回到家里面或者是过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使用他们在外面额外买的保险。那有些家长就会说，可是我没有这么多的经济能力，我怎么去帮小朋友买寒暑假这个时候的保险？其实不用担心，你可以考虑帮小朋友买一个 short term 的保险， short term 至少买个30天或者是2个月，他们在放假这段时间有一个保大事情的保险，这个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帮家里面的小朋友购买一般的医疗保险，这样子的医疗保险呢，其实你是随时都可以取消的，不需要签任何的合约，只要你要取消保险之前提早告诉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险经纪，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保险取消。小朋友的保险其实保费都不高，像20岁的年轻人或许一个月也才39块钱，那如果说买好一点的，一个月也可能才40-50块钱，所以一定要考虑帮他们买个保险，有个保障。